其实这边送成本的鲜奶跟满满的芋头。其实我们下午茶如果是一杯饮料配两个红豆饼就很饱足了，对啊，那如果健康，平常吃炸的其实就是吃的很炸。走过路过如果饿的话也可以吃这种小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坐上筷子，来这边筷子在这边，那我们就教你。那我们今天不仅免了都有套餐的优惠哦，非常的海鲜饭红豆饭。耶，那我们现在两杯饮料完成了，那对，那我们现场，我现在现场看你们来直接抽一个人，然后问他任何的问题，他只要答对，我们就把饮料送给他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现场，我们来看一下。